您好，我是台湾惠而浦产品经理 Olive。 您想知道惠而浦 W Collection 系列 Low & Go 蒸汽滚筒洗脱烘有什么样的特色，以及适合什么样的家庭购买吗？若您是家中人数3到4人的家庭，有空间或是预算的限制，无法洗烘分开购买，而且喜欢一件事作业到底的使用模式，比方说可能需要在上班或是睡前洗衣服，那 W Collection 系列就会非常的适合您。滚筒式跟一般直立式洗衣机相比，有什么样的差异化特色呢？首先，用水量很少，采用翻转拍打的方式达到洗净效果，清洗过程中看不到太多的水是正常的。用水量少，相对于洗剂的需求量也少，在功能设计上也更加的丰富多样化。这系列产品为美国原装进口，采冷热净水设计，温热水洗衣会更省电，也更有效率。搭配 Low & Go 自动洗剂投入，洗衣机会自动精算洗剂用量，操作简易，用量精准，可以避免洗剂添加过量残留衣物，或者是洗剂加太少，清洁不彻底。Sixth Sense 第六感智能科技，自动感测衣物重量及选择洗程，并计算烘干时间，省水又节电，省空间。单台机器即可完成洗脱烘行程，可省下多台机器摆放空间。若您还有其他人数、空间、预算需求，惠而浦还有其他适合您的机型可以做选购。以上就是惠而浦 W Collection 系列 Low & Go 蒸汽滚筒洗脱烘的特色介绍。